给你啊！这样这样说，我直接给他。我直接看很久，你讲的好像我拿到球很久一样。他们都知道。好惨哦！嗯嗯，都不怕。没力了。今天真的没力。要菜，要菜。
要休息了。我要休息了，反正没打过。对啊，没打过。给我！然后他说：“你在后面站很久，看你还刚给我。”
欢迎们！啊！起飞之前，大龙切入成功。好吃。